2022年3月30日，碧桂园披露2021年全年业绩报告。年报显示，全年公司销售业绩保持强劲韧性，持续领跑行业。各项财务指标持续向好，展现经营实力。销售回款率保持在高位，净经营性现金流为正，年年稳定派息，持续回馈投资者。碧桂园财务稳健，债务规模稳步下降，债务结构持续优化，融资成本逐年下降，权威机构评级保持稳定，土储资源丰富，布局兼具广度和深度，科学定位，精准投资，货值质量不断提升，权益可售资源分布合理，契合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人口流动趋势，布局高科技地产生态链、机器人等新业务，以及地产主业多元协同。碧桂园在产品生命周期、企业日常运营中融入可持续发挥理念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，持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，涉及精准扶贫、乡村振兴、教育助学、抗疫救灾等各个方面，持续为经济发展和就业稳定做出应有贡献。